咁你覺得改變最大喺邊個地方咧？改變就係你生活上邊嘅習慣，即係你使用嘅物件會順手好多咯。同埋因為佢呢個係根據咗我生活嘅軌跡同埋習慣去裝嘅，所以就會整體用落嚟係好舒服嘅。晚晚七點睇容易，灣區生活 so easy。灣區生活知多啲。Francis 話你知。喂，今期咧又係 Francis 咧一個原木風體現得好淋漓盡致嘅單位嚟嘅。呢個單位咧同大家做一個背景嘅介紹先。呢、這個單位咧係原先咧響我哋呢邊老城區入邊啦。端州老城區。端州老城區一個大户型，然後個業主咧，我哋片尾邀請咗佢，係同我哋去分享下住呢間個感受。但係咧就呢個業主咧從細到大。都喺呢度，喺度成長啦，喺度翻學一路係啦，到依家係啦係啦，咁所以咧佢就長大咗，有自己嘅家庭之後咧，就將呢間屋重新翻新佢，咁嚟整啦。咁所以而家咧呢間屋咧係一個老户型改動，咁點樣變靚佢，同埋考慮啲乜嘢咧？想聽你嘅建議啦。老户型改造，咁當然啦，我哋依家睇緊我哋原木風啦，呢、這個都係最開始同業主一齊定落嚟，好決定要做呢個風格嘅最初衷啦。咁第二個就係做户型改造嘅時候咧，會涉及到好多格局上面嘅不足，即以前咧建築唔一定考慮得即適合依家人居住習慣嘅嗰個格局。咁第二個就係可能涉及水電同埋結構上邊嘅啊，例如我哋之前我哋施工過程當中咧，有試過打一埲牆之後咧。另外嗰啲牆身已經脫落啦，全部剝落曬，係啦係啦，即係有水電啦，結構性個不足啦。所以其實而家嘅新樓咧係好好嘅，因為其實已經考慮曬所有該大嘅地方啦，户型嘅動線考慮啦。其實所以做呢啲屋嘅挑戰，可能喺動線嘅考慮或者係原先格局嘅改動嗰度更大啲。OK， 係啦，咁我哋不如從門口開始。好，呢、這個位置我覺得即係行入嚟咧。即係全部都是木的感覺，是好係啦，而且呢個是實木的，是原實木嚟嘅。呢個是镂空的格栅啦。哇！呢一種格栅的一個考慮咧，其實我哋好多新業主都可能會用得到啊，係咪？佢唔限要即係位置噶嘛，係咪？對，因為其實做隔斷咧有好多種方式啦，做實木啦，做玻璃啦，或者做一半實牆啦。咁實木格栅嘅好處就是佢一嚟有溫和性，第二嚟就係佢有空格。嚟做嗰個分區， 即可以做咗半通透性，係啦。咁樣嘅，而且有個大佬睇住個門口。OK， 嚇咁幾好。咁呢一邊咧，原先咧呢一種户型咧，這個位置咧係點樣嘅咧？原嚟就一埲實牆嚟嘅。哦，係啦。咁後屘考慮，即後邊我哋可能依家做緊書房，做緊書房咧就想話我哋呢個空間通透啲，咁就做咗玻璃嘅。咁做咗呢隻藝術玻璃，咁就呢隻叫做應該係叫做水波紋玻璃。水波紋係啦，水波紋藝術玻璃，咁有通透性之餘，有一定嘅絲襪性。係啦，咁我哋呢個窗下邊，我哋做咗一個超大嘅鞋櫃。當然呢個亦都係業主嘅一個叫做生活喺呢度咁多年，最知道呢間屋嘅不足嘅其中之一嘅地方，就係冇一個大鞋櫃。哦，原先的設計沒有大鞋櫃，是的。但是這裡其實這樣做加上這個窗，我覺得會是這個廳一個很大的飾面來的。對對對，也都是有一個大的台面可以做設備啦。這間屋的女業主就說早上可以沖杯咖啡給先生帶走去上班。哇，好warm啊。是的。哦，呢度真係好靚，因為呢種玻璃搭木嘅效果咧，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，係嘛？如果係而家嘅户型會點樣咧？一定係推通曬，打通曬，係啊，有咁大，得咁大嘅廳。但其實呢個廳原先已經好大，我哋轉頭睇一睇。因為呢個廳咧原先嘅呢個位置空間非常之夠闊落㗎啦，係啊係啊，好夠闊落㗎啦。然後呢邊冇做太多嘅。嘅一個裝飾面，裝飾面嚇，呢邊就係一個大嘅梳化啦。其實呢一條櫃係咪都係跟原木風嘅一個考慮？係，對，肯定係嘅，係啦。跟住加個大電視。其實咁樣睇係 OK 嘅，幾靚仔嘅，唔需要整太多嘅背景牆啦。呢啲情況係啦。咁呢個咧係整個大廳嘅考慮啦，包括呢條動線原先係咪咁咧？如果我哋講到舊屋嘅動線設計嚟講，舊屋動線咧呢度改變就唔大，但係入邊就改變好大啦。咁我哋睇睇先。
呢邊一個哦偏廳啦，可能叫做呢個偏廳咧，即係依家叫飯廳啦。咁、原來呢個位置就好細好細嘅，咁就我哋將呢埲牆就往外邊，即係往主人房方面褪咗好多嘅。哦，係啦，即係佢食咗出嚟嘅。係呢個第一個方面咧，第二個方面就係你身後嘅呢個大玻璃門。啊哈，原來就好細嘅，即係入廚房咧，可能就得呢啲細嘅位置。咁佢做大咗之後咧，咁就將冰箱移咗出嚟。入邊咧，亦都係業主嘅另外一個夢想。業主肯定好中意煮嘢食啊嘛。係，呢個廚房咧，即係我哋睇到好多設備咧，都係業主新買嘅。佢以前係一個唔係好中意做家務嘅女生嚟嘅。嗯哼，係啦，所以有個靚廚房，有個靚廚房喺度，願意去做更加多嘅事務，包括有我哋洗碗機嘅一個添置啦。嗯哼，係啦。所以其實咧，真係舊屋新改咧，會有一個即係你首先我添置到好多新功能，冇錯 ，upgrade 咗好多新嘅一個設備落去。嗯，當然啦，其實依家我哋做緊一啲精裝改造都係嘅，都係屬於改造類嘅，將一啲原嚟户型不足嘅地方改翻啱用嘅，更加好用嘅，係啦。好啦，咁稍後我哋採訪下業主，睇下佢感受如何。咁呢度有玻璃門仔嘅咁得意嘅？呢度就一個比較被動少少，好難去改變嘅一個事實，就係、是、以前嘅户型習慣於喺廚房做一個、叫做工位。哦，係啦。哦，原即係呢個公共洗手間原來喺經過廚房嘅。係啦，所以依家我哋只能夠喺一啲結構嘅門啊、色樣上面去盡量去美化佢。OK。哇，是不是很期待呢？快点订阅我们频道，将精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仔啦！我们继续去片。OK， 那这个位置呢，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改完之后很舒适，因为个动线走出来，因为有一个这么大的偏厅、饭厅啦，这边啦，五六个人在这里打边炉完全没问题的。没问题的，是啊，我们这都。朋友經常上嚟做，所以其實咧，即係喺肇慶呢邊，唔單止係我哋好多香港嘅業主咧，包括好多本地嘅朋友，其實都中意選擇 Francis 咧幫手做設計裝修，係升級間屋嘅好用嘅一個部分，呢樣嘢好重要。好，我哋睇下呢間房間，哦，呢、這個就係後邊啱先玻璃後邊嘅呢個書房，哇，別有洞天嘅感覺喎。哇！有個打機嘅房間，係啦，呢個就可能係男主人嘅一個天地啦。打機啦、電視啦咁樣。哇！又健身房啦，大家見到呢、這個係咪啊？有個應該係健身器材嚟㗎。即大家都見到呢間房係所有嘅物品都係活動式嘅。哦，係喎，冇咩櫃啊啲咁樣。係啦，冇固定嘅櫃，冇固定嘅牀。因為咧就可能會考慮日後嘅需要啦。去更換去變換翻呢間房嘅屬性咁樣。哦，所以就用呢個嚟進行去留翻個位嚟做調整。OK， 然後我哋就包括喺呢面咧，其實哇，這個裝飾面真係一面兩用。係、我關唔關呢道門，大家可以感受到。嗯、其實兩面睇落去都靚。對。可能我提供一個思路係，如果你個好大嘅廳咧，中間可以考慮一下。冇錯。做呢件事情、令到咧呢個位置兩邊嘅嗰、那個、都有一個好靚嘅色面。係啦。即除了色面靚之餘更加具備一些空間的通透性。我哋有冇業主係做緊呢一種？嚟緊有，真係、真係有。哇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！我哋出嚟睇翻呢邊咧，有個簡單嘅餐邊櫃。呢度咧其實就係我哋而家都好多見嘅啦。係啦，係啦。呢、這個位置我哋 都比較多見嘅啦。但係咧，我覺得你用色真係好好。我唔知道我哋嘅手機呢、這個攝像機可唔可以達到呢種效果，但我哋現場睇。我硬覺得呢種白同我平時見嘅嗰種白唔係好一樣嘅。係係，呢種白稍微會偏翻柔和少少。哦，會偏翻柔和少少嘅。係暖少少嘅呢只。哦，你佢係咪有燈添？有燈嘅。O K， 係啊，咁啊，如果開埋佢，所以呢個就會感覺到非常之舒適啦。係，其實都係嘅，成間屋嘅用色，我哋都經常上嚟嘅狀態，大家都會覺得好舒適，個心會平靜咗好多嘅。OK， 好，我哋入去主人房睇睇。主人房，原先個主人房個門就喺嗰邊入。原先有一道好大嘅門洞喺呢個位置。啊，係啦，轉過呢個門洞，喺呢個位置再入翻主人房。哦，即係所以呢個位置係一個灰空間。灰空間咩叫做灰空間？即係佢嘅功能係冇一個好專屬嘅屬性。
就俾你出陽台用嘅，而且佢利用率好低，係啦，咁就我哋利用翻呢個位置作為一個休閒又好啦，化妝又好啦，儲物又好嘅空間嚟嘅。所以個動線嘅改造咧，其實就提升感就會提升非常之大，使用率係啦。啱先業主都提過啦，佢翻嚟到即係可能喺出面翻嚟，咁又即係可能未沖涼啦，未洗面啦，咁佢又想歇下先。咁就係會喺呢個位置噶啦。哦，哇，係喎嚇！嗱，如果我哋有業主係買咗啲大啲嘅空間嘅話，其實可以考慮攞一嚿嚟做一個懶人 sofa， 懶人 sofa 或者按摩椅咁樣，係啦。喺呢度歇歇先。對。哇！呢個衣櫃，超大衣櫃，受限於以前嘅户型。受限於以前嘅户型，已經好難可以做到面咁大面嘅衣櫃。係啦，而且我哋冇做天花壓頂嘅。呢個係有意為之啦。點解？想用盡所有空間，因為算係我哋呢個弧形業主第三個夢想，就係有一個超大衣櫃。女仔就要大衣櫃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所以呢一個衣櫃如果咁樣入邊全部都係掛衫嘅區域嚟嘅。基本上係㗎嗱。啊。下邊呢一層好就手啦，跟住到呢個位置都係就手攞到嘢嘅。咁你再高啲咪冇辦法啦。係啦，咁就可以要。有嗰、那個伸縮架啦，可以拉落嚟嘅咁樣。因為入住咗，我哋冇唔係好方便開啦。但係咧，其實呢個睇落去整個效果係非常之靚嘅。而且呢一條木條間咁樣落去，我覺得係我哋係咪用得比較少啊？之前我冇乜點見過呢一種。嗯。啊，同埋咧呢邊個窗台嘅利用咧，亦都係一個亮點嚟嘅喎。借住呢個光線去做化妝台同埋呢個。原來呢個係地台嚟，即係飄窗啦。即係比矮啲嘅嗰個位置啦。飄窗咁就喺佢上面做咗個化妝台，跟住再借咗呢個窗外嘅景色。哦，咁樣嘅。係啦。OK， 咁所以呢一間屋嚟講咧，其實我相信女業主都一定非常之滿意，係咪全程都係同業主去溝通呢件事情？係，冇錯冇錯。咁啊，稍後咧，我哋約咗佢咧一齊坐低傾一傾。咁啊，睇下咧佢一間動線改造之後咧，同埋本地人喺呢邊嘅生活選擇。究竟是怎样的？稍后见。哇，好吸引啊！还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仔，快点按下个订阅先，那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了。我们继续去片。Hello， 今天我们请到是业主蓝哥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咁啊，业主之一。呢个业主之一，好重要的业主之一。咁呢間屋咧，其實我想問問咧，Francis 同你整完大概入住咗幾耐時間度？大概四個月左右吧。我已經入住咗四個月時間啦。四都有五個月。有啦。四五個月有啦。咁住落嚟體驗咧，同你之前咧呢間屋你係最熟悉嘅嗰個人嚟㗎嘛？咁你覺得改變最大喺邊個地方咧？改變就係你生活上邊嘅習慣，即係你。使用的物件會順手很多咯，同埋因為佢呢個係根據咗我生活嘅軌跡同埋習慣去裝嘅，所以就會整體用落嚟係好舒服嘅。例如有邊個地方如果話滿意度最高？廚房、主人房都好高，係。廚房聽講之前冇乜點煮嘢㗎。係之前係唔識嘅。同埋我哋入伙嗰日係 Francis 教我煮湯圓。係，咁其實呢一間屋咧，即係按照你一開始諗嘅風格，到最後邊完工，有冇一啲調整嘅地方，或者你係同佢溝通得最多嘅係邊啲問題咧？最多其實好少，因為佢幫我哋諗得好仔細，即係佢包括連我嘅牀要放幾大啦，同埋沙發要幾闊啦、幾高呢啲，佢都會幫我考慮到。所以其實成個過程我係基本唔需要問啲咩，佢就係會話俾我知話，哦呢、這個裝好啦，你睇睇啦，就係會咁樣。但最後屘出嚟都係嗰個效果。係我想要嘅嗰種效果。咁佢咧有冇考慮佢嘅需求？佢就係我哋屋企所有嘅櫃啦，同埋沙發係全部都係到地嘅，就係、是、防咩意思？即係叫即係貼地嘅，冇罅冇罅隙，就係、是、防止佢會衝入去。哦，唔怪之啱啱叫。頭先見佢一直縮喺我嗰頭啊，係冇位匿啦。好足啲啊嘛！平時入咗沙發底或者床底就好難捉得佢出嚟。要揾佢啦。係日日翻到嚟第一件事就係揾貓。
所以其實呢，真係根據每個人唔同業主嘅需求體驗去做啦。咁包括入住嚟之後呢，如果話我哋觀眾朋友都即係都係有生活體驗嘅人啦，你覺得間屋換咗之後，邊一個部分令到你生活體驗係提升比較大嘅？都係廚房。都係廚房。係因為佢嗰個整體嘅設計大細。灶台的高度，因為以前洗碗是因為太矮，所以會腰痛。哦，弄住條腰，所以依家係好好多，同埋佢細節位就係水龍頭係可以拉伸嘅，即係呢啲同以前都係唔一樣。係咯，同埋有洗碗機。有洗碗機，跟住抽油煙機之類嘅，全部都係買過新噶嘛，然後就。吸力啊，各方面都好好多。哇！咁其實呢邊嚟講咧，最後想問一個好關鍵嘅問題，因為其實而家好多肇慶本地人啦，係咪？點解係又住翻喺老城區，唔會選擇翻啲新嘅區域咧？老城區咧，第一個就係呢個離我老公嘅屋企好近，就係對面街，所以我哋當時都係諗到呢個原因。同埋就係疫情三年咯，即係你唔想會處於一個負債嘅階段，你唔想話再用幾廿萬、幾百萬去供一套樓。咁既然我哋有呢個地方，咁點解唔利用翻？係又使少少錢，令到佢變成一個好靚，係自己想要嘅地方咁樣。咁而家肇慶嘅新區嗰邊啦，包括誒鼎湖嗰邊咧。其實我哋好難得今日見到一個端州本地人，我想採訪下你哋點睇嗰邊咧？新區啊！新區我其實之前都有想去了解過，但我就係知道嗰邊好多新嘅外地過嚟嘅群體會比較多吧。但係我哋的確好少會過去嗰邊。哦，即係都慣咗喺呢邊嘅生活啦。端州生活的確是不同的，有些人會喜歡煙火氣，就是喜歡舊城區、舊街道那種比較濃厚的生活氣息。即如果在新區買了房的，我們或者之後可以出去一些端州玩樂攻略。這個很重要，這件事介紹一下端州，我們觀眾朋友很重要，因為接下來我們在新區也都會有很多新的單位在裝修，包括寶能城，我們很多業主收了，還有我們的時代華，這些都已經做好很多的設計圖了，都很期待新區的新物業的一個裝修。所以其實在肇慶你找回 local 的人去做這件裝修的事情一定是很重要。咁肇慶呢邊 Francis 就係喺本地嘅一個我哋嘅設計師，同埋佢身邊都好多本地嘅朋友都會揾佢裝修，都係願意出鏡同我哋去分享下呢個咁好嘅裝修體驗。咁亦都嚟緊咧，我哋會出關於新區好幾個樓盤嘅個裝修嘅案例。咁希望可能呢一間屋有某一啲部分好用嘅嘢。業主用過，你可以作為一個小參考。小參考，可能呢種户型就已經不再。冇可能再有呢啲户型。係，冇可能會再有呢啲户型。但係呢種體驗感嘅提升，我相信係，就算係買原先嘅精裝房，其實好多而家都係精裝。都要爆改咁樣。都會有改動。我哋都係鋪咗全屋木地板，但係佢係喺瓷磚嘅基礎上邊鋪。哦，又唔使搞太大動作。好多我據我了解，好多精裝房都會咁樣做。因為有啲人係真係好中意木地板。因為呢個其實感覺一下子出咗嚟嘅，全屋通鋪木地板嘅呢種 warm 嘅感覺，係嘛？咁主人房裏邊咧，亦都係好靚仔啦。咁多謝今日有呢個機會嚟參觀下你呢個咁靚嘅單位。多謝你，劉哥。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灣區生活知多啲，睇樓揾容易。喺呢段時間咧，好多香港嘅朋友翻嚟內地睇樓，有參加各種睇樓團啦，亦都有自己翻嚟呢邊內地樓盤去睇樓。咁喺呢度咧 ，Mango 咧推出咗一個定制化嘅睇樓路線服務，希望可以幫到你。
定制化咧係根據你想要睇嘅樓盤啦，我哋同你提前商量好，規劃好去邊度睇，而且咧過程中咧仲會安排埋你最中意嘅美食，咁啊一家人又或者帶埋幾個朋友過嚟呢邊咧，咁就可以好針對性咁去睇一啲嘅樓盤，睇埋佢周邊嘅一個附近嘅情況，而且咧我哋嘅置業顧問咧會為你介紹清楚周邊嘅發展規劃、現成嘅一個情況，同埋介紹埋呢邊有邊啲人群會買啦，適唔適合你啦，因為買樓嚟講咧唔同嘅價錢都有非常之多唔同嘅選擇，咁究竟邊一個先係適合你呢？係咪純投資或者純自住，或者係買公寓，定係買住宅，定係先租定係後買等等嘅呢啲情況咧，我哋會根據每一個人唔同嘅情況咧，俾翻唔同嘅建議你，同埋咧全程毫無壓力，大家好似朋友咁輕輕鬆鬆，響一日或者兩日嘅時間裏邊，將你想要考察嘅樓盤咧，我哋一齊去睇清楚出去。所以響呢度咧，誠意呼籲大家參加我哋嘅睇樓團啦～